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蒂尔罗斯峰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最新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是不是老了》。这是由这个林根和还有易家扬老师所共同创作的词，然后林根和所做的曲，是一首风趣幽默通俗算有点格调的洗脑歌，尤其是不是老了，老了大家一听都非常洗脑，好像听不到一遍，听到一遍就会传唱啊。那尤其 MV 呢，是我这一次非常的荣幸啊，出道32年来第一次跟我久仰的黄中平导演啊，然后合作。那黄导演其实是很多天王天后所御用的这个导演，那这一次他愿意挂刀来帮我拍摄我这一次是不是老了啊，也觉得非常的荣幸。然后他把我拍成这种中年熟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我在 MV 里面也这32年来拍过无数支 MV， 但我很少在 MV 里面跟一些动物啊，比如狗啊、小鸟啊之类的一些有一起拍摄。那这一次导演特别安排，然后我甚至还在 MV 里面写了"是不是老了"几个字，我自己是觉得还好，但是他们认为说写的还不错啊，所以也有把那个 MV 有把那个字秀出来啊。总归一句，这一次 MV 我觉得拍的。把我拍的真的蛮帅的，感谢黄中平老师，因为他很会取景啊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，认同这一首《是不是老了》这首诚实歌曲啊。都不看我一眼，是不是老了，老了，老了，再也看不见那人鱼线，是不是老了，老了，老了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蒂尔罗时峰，银河网络电台给你一整天的好音乐，好心情。